10岁的狼狗对战9个月大的高狼犬，究竟谁能取得最终的胜利？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做一个测试，就是用这只10岁的狼狗去对战一只9个月大的高狼犬。高狼犬这个品种可能有很多人不太了解，它是属于一种巨型斗犬，战斗力是十分强悍的。当身经百战的狼狗面对高狼犬会发生什么呢？话不多说，放狗出笼。 这只小卡斯罗犬进入猛犬基地也有1个月时间了，跟其他的小伙伴已经玩熟了，现在就放高狼犬出场。高狼犬目前肩高已经接近80公分，个子非常大，高狼犬攻势猛烈，狼犬完全招架不住。旁边这只虎皮中亚也在推波助澜，现在狼狗只想逃跑。看来狼狗打斗能力不是很强，逃跑的技术可能还过得去，它到底能不能逃出去呢？这只狼狗已经领悟了逃跑的精髓啊，三下五除二就逃了出去。咱们放高狼犬追击，出去追击，走！这只大狼狗逃跑得很快，一下子就跑没影了。原来它躲到自己的地盘来了。我发现这只黑贝德牧性格更加强势，今天咱们测试对象错了，明天咱们再做一期测试，就是用这只黑贝大德牧做一个测试，对战高狼犬。这只黑贝德牧块头也是挺大的，相信可以一战。这只狼狗现在害怕的逃到自己狗笼子里去了，它感觉自己的狗笼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